哎呀，别哭了！如今宫里的局势这么乱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赶紧把衣服换上。你现在再不走，接下来就可能是咱们了。你怎么是这种人啊？皇上跟娘娘双双被刺，举国大乱，小皇子还那么小，你不留下来主持大局，就只想着走。 哼！老板，上酒。赵老来了，来来来来，尝尝小店新配的百年秘方。哎，您运气真好，再来一罐。这是一款神奇的饮料，喝了它，能让你心中所想变成现实。当真？那看来得配一盘。 跟上啊！拍戏的。哎，干嘛呢你？喂，你干嘛？衣服脱下来给我。大胆刁民，竟然敢非礼本王！你喝大了吧你？盒饭都没领着，还入戏这么深？把假头套摘了。哎，这年限怎么这么好？你干嘛？你给我警告你！你给我放开啊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打劫我的头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 我是堂堂皇族的赵王，赵王，赵王，你懂吗？你给我松开！哎，野兽，护驾，护驾，来人啊！你跑什么呀？野兽，那是汽车，下来，赶快下来！大胆刁民，这到底是何处？你不会是穿越了吧？穿越？你先下来，你下来，我跟你说。 哎呦，我是真有事儿，真有事儿，我一会儿就回来，啊！哎，好嘞，好嘞，拜拜。哎，你这是什么呀？手机，可以听到远处的人说话。本王打过野鸡，吃过烧鸡，就是没有见过这种鸡。这可是现代，你没见过东西还少呀？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看什么看？赶紧把这人行动换了。丢人。 出完工擦腚啊！去，赶紧给我扔了！慢着，你拿我这个干什么？你们现代人不用垫子吗？你们护膝还挺好用的。坐着等我啊！ 别乱动。
嘛呢？谁让你吃的？这是一会儿拍戏要用的。天哪，我爸要是知道了怎么办？啊！我爸，哦不，导演，导演，对不起他。看见没？看见没？这才是侠客，这才是江湖中诗一样的男子啊！知道你这么红，当初就不应该叫绿王，应该叫红王。这都还得仰仗你啊。不过我还是喜欢绿王，因为我喜欢绿色。呵呵，七喜吧。谢谢。中奖了，再来一罐。再来一罐，不错。那就再来一罐呗。嗯。这个味道怎么那么的熟悉？就像是那天……哎，你刚才……我知道了，我那天就是引了此物才会来到这里的。还好我刚才拿了一瓶，不然就回不来了。我也喝过这个，我怎么没穿越啊？此物只能对古人有效。你不想留在古代吗？当然不想了，回古代有什么好的？说不定哪天就被刺客给刺杀了。他们还都不喜欢我，这儿多好，人人都爱我，人人都喜欢我，这才是我的世界。说你象征性的吃一点就行，全剧组的饭可都在这儿呢。什么？经费在燃烧，要是再不省的话，戏都拍不下去了。我爸为了这部戏可是倾注了好多的心血。干嘛呢？偷窃喜呢？剧组经费在燃烧，我去取点钱。使劲喝，使劲吃，管够了。耶！谢谢。导演，吃点包子吧，你最喜欢的猪肉大葱馅的。谢谢啊。导演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你谁呀？我花了3个小时站在假睫毛，我练习穿高跟鞋，
这都是你哭的、啊？我也不想，可是我有病啊，家族遗传病，只要一哭，眼泪就停不下来，累死老娘了，泡个脚得了。你要泡吗？哦，不泡。遗传病？是从我一个恩曾祖奶奶那儿遗传下来的。我恩曾祖奶奶是个王妃，有一天跟王爷吵架，王爷离家出走了。后来我恩曾祖奶奶被刺客刺杀，她拼了性命保全了王爷的血脉，可是王爷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我恩曾祖奶奶伤心欲绝，每日以泪洗面。我们家族的女孩就遗传了这种怪病，只要一哭，眼泪就停不下来。对了，这个就是那个渣男写给我恩曾祖奶奶的信。这不是我今天早上写的吗？等等，抛妻弃子，渣男。她怀孕了，吕离怀孕了，啊？哎，我就是那个渣男，我就是那个渣男。你没事吧？我的恩尊孙女啊，你的老祖宗，我对不起你，但是放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面对困难，勇敢的去面对它，克服它，让我们来干掉这杯气息，明天会更好。急死！傻瓜，你带着我们的孩子先过去。来吧。属下救驾来时，报！启禀王爷，前线传来捷报，敌军已在罗子沟全军覆灭。回去禀告圣上，内乱已经平定，你们退下吧。本王想静静。是。
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死零落缠绕着似枷锁紧